干嘛呀？报警！你好，警官，我是51。我这边发现了一点情况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好吗？就在麒麟里旁边的2号胡同往里面走。对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在这儿等你。好了没？差不多了。好了。谢谢你们的配合。这些证物非常重要，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，请尽快通知我们，方便我们取证。好的。辛苦。谢谢。辛苦。好的，取证已经完毕了。取证完毕了，那就收队。收队。收队，收队。行了，我们也走吧。走了。这怎么假发就算证据了？是不是有人戴着假发偷上链去了？现在不能完全确认。你怎么想到来翻垃圾桶的？餐厅那条主街上全是探头，不管是开车还是打车，都容易被追踪。这条路不一样，一条小路没有探头，适合逃跑。我只是推测有这种可能性，没想到真被我找到了。你这侦查意识够强的啊！ 这是最基本的。喂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现在送周全过去跟你们交接。去侯舅家吧，我们现在过去。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我也真是无语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开车。挂了。去我家干嘛？有新的人来接替我。干嘛这么快？这是规定，走吧。这什么规定啊？这是。 这都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啊，你来我决定不了，你走我还决定不了吗？我们都决定不了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你这什么工作呀？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啊，我不要人的时候 ，C 人给我，我刚适应，你把人弄走了，开玩笑呢？给我逗着玩呢？这不公平！ 是不公平，但是公平迟早会来的。他爱来不来，我现在我不舒服，不公平。不公平。行了，我还没说什么。闹呢，天天逗我玩呢。喂，啊，你到家啦？哎，你放心吧，那么贵的项链给你放的好好的呢，我碰都没敢碰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，目的达到了吗？ 还行吧，反正他被调回公司了。但是我总觉得侯爵好像开始怀疑我了。姐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布的这个局太明显了，被他们发现了？哎，你别想太多，行吗？他怎么可能怀疑你啊？再说了，他就算怀疑你怎么样？有证据吗？是吧？看来你那个有钱有颜的男朋友这回没站在你这边。 我分析你应该是低估了他跟那个女保镖之间的关系。可是这个事儿，这事儿万一被揭穿了，那侯爵肯定会不理我的。但是我要是不把那个女的给弄走，我担心的是，以后有一天，他可能也会把我给弄走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老想那些没用的了？ 我这边还忙着呢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你自己先待一会儿吧。嗯，挂了啊，拜拜。那行吧，行吧。
那你忙吧。怎么这么难啊？哎呀，十一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公司会安排其他人来接替我的。哎，你放心，他的人品还有业务水平都很出类拔萃。哎，不行，不，这我不让你走，我真不让你走。张杰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那员工受了委屈不给做主，板子还专打自己人。我们公司挺好的，这只是另行公事而已。哎，要不我去给你做证人，我去给你的人品作证。谢谢梁姐，放心吧，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我清白的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们还可以视频呢。不行，我不要看视频，我让你天天在我跟前转。那，要不你跟我走吧，咱不要他了。不行，你们俩一个都不能少。就，他们到了，我得下去了。你真的，你别走，你。哎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给你拿个东西。再记着回来看我啊！真是过两天就回来了。你说的过两天，你啥时候才能回来呢？我空了可以来看你。我一直挺喜欢的，送给你吧。看见他就跟看见我一样。屎壳郎侠啊，跟你是挺像的，非常像。谢谢，哎，送我可不能再要回去了。想要啊？得了，我舍不得。走吧，张姐，送你下去。走吧，张姐，我回来看你的。你好，我是周全，来接替十一做您的安全随卫。啊，我知道。其实我特别不想有人来接替他。了解。那个，让十一受委屈了啊，我也给十一道个歉。侯大公子的眼光果然跟别人不一样，有这么多的极品女朋友，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他们坑死你的那一天，目测不会很远。我会还给十一清白的。真的会吗？一定会的。那个周全儿，我在餐桌上放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有这个公寓所有的安全提示。好的。我走了，小侯总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工作的支持。你有没有不这么正式？你这样我不习惯。我这是公司的那个流程。
你有没有什么亲切点想说的？说什么？那你要实在没说的，你心里有这个怨气，你骂出来，骂我两句，我心里能好受点。我干嘛让你好受？走了。安全。行了，你看你一脸严肃的，都把人吓着了。我真挺生气的，刚刚看见侯杰，我真想揍他，这算怎么回事嘛？也不能怪他。还有那个方露，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啊？可能是那天我听见他在那个婚纱店打电话了吧，说是要陪什么人出去玩，怕侯爵知道。你没告诉侯爵吧？没有，人家的私事儿我说了不合适。你处处为他着想，他却反咬你一口。其实这个方露呢也能理解，好不容易找到侯爵这样的，肯定怕跑了。万一我再把这事说了，影响到他怎么办？不过他不太了解侯爵，侯爵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在背后使唤。到时候公司那边有什么能干的工作，尽量让我去呗，我爸等着我赚钱呢。行，知道了。吃饭啦。走，小周，我们先去吃去。啊，没事，姐，我等他。哎，不用等，指不定等到什么时候呢。你呀，就把这儿当家一样，十一就把咱们这儿当自己家。走吧。谢谢姐，我还是等他。哎，小周，你说你们领导怎么就不相信十一的人品呢？张姐，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儿，我们公司呀得弄清楚情况，给客户一个交代。我们这个行业啊，在品德和道德上不能有一点含糊。哎，可十一他一点都不含糊啊。是。他不像有的人，白长了一身漂亮的皮囊，心眼啊，那比谁都坏，谎话张口就来，可偏偏还有人相信。是。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张姐啊。这个事儿有误会，你别瞎猜了，我不吃。误会？就你认为是误会？诬陷人家十一偷项链，依我看呢，那项链他根本就没丢。但我就是不愿意看着十一天天跟你在一起。我这烦着呢，别说了。都说啊，我们老年人容易受骗，我看呢，你们年轻人更容易受骗，还都是自找的。我陪侯爵和方露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坐在我们8点钟方向有一个孕妇，先我们一步进了卫生间，而且她也是先从卫生间里出来的。我们又回到餐厅，我环视了一圈，当时只少了这一个孕妇，其他人都在，说明这个孕妇根本没有回到座位上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以后，直接就离开餐厅了。所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假孕妇。没错，我觉得证明我清白呢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怎么证明这个方露设的局就比较麻烦。这个也不难吧？咱们查不了，可是警察可以查呀。警察可以通过道路上的监控录像找到这个假孕妇，那咱们就能找到他和方露之间的联系了。比较难，那条小街我看了，根本没有监控探头，而且再往里走就是各种的大杂院、小杂院，还有一些小的门脸。如果说他是穿过这条街，走到下一个大的路口，那里就有监控探头了。但如果说他就住在这条街的某一个院子里，或者说他有朋友在那儿，他停留一下，改装以后再走，那就很难再找了。确实啊。
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？小周，那你说十一他就是在公司里面就这么等着，调查结果，有没有工资呢？这个基本工资是有的，但是要想拿绩效的话，就得当陪练。什么陪练？就是抗击打的那种。那不就是挨打吗？不能那么说，也就这意思吧。哎呦，这那疼不疼啊？抗击打嘛。哎呦，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你这，你把你们领导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得给他说说这个情况，我得问问他。张姐要打也是我打，你别操心了。你看这是，他该挨打的不挨打，不该挨打的反而被打。哎，你给你们公司领导打个电话，我回头去找他。好。这是行业大忌，只要有一个人因秉性操守被客户退回的话，影响的是整个公司的声誉，而且其他队员也可能受到影响。赵总，我没有做出任何影响公司名誉的事情，请您相信我。我不用相信你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怀疑过。为了客户的安全，我们可以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，更何况这点蝇头小利。不过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队员一旦被客户投诉，在查出结果之前必须立刻进组，不能迈出公司大院一步，还要为其他队员做陪练，等调查结果出来证明清白之后才能恢复上岗。明白。侯先生，久闻大名啊！啊，您好，您好，快请坐。哎呀，这个十一是不是老提我呀？十一没有提你啊。啊。侯先生，这是我们的纪律，不能随便透露客户的信息，所以你放心，他真的没有提你。挺好的，挺好的啊！你们这个行业就应该这样啊，好事。哎，对了，侯先生。你特意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对，那个赵总啊，我过来我是想让十一呀再回来我这儿工作啊，我想过来给他续个约。上次那事儿吧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是个误会。但是我是特别相信十一的，我觉得十一没问题。侯先生，这不是你女朋友报的案吗？不是，我那天就是出去吃个饭，那个小女孩就是我一普通朋友，不是女朋友。侯先生，你这么相信五十一，我真的很欣慰，我替他谢谢你。哎，别客气啊。那十一怎么样？能不能回来？侯先生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但既然你的女，啊不，你的朋友已经报了案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等到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才能再恢复五十一的工作。这可是我们的规章制度。不是规章制，那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怎么办啊？那他要是过个三个月六个月没查出来怎么办啊？十一就一直待业啊？除非你的朋友去撤案。
你干嘛呢你？逼不得已啊，这教官让打的呀！上课也不行，不准打他，知道吗？不可以，懂不懂？你们都不行。你们等着啊！ 猴子，误会啊！侄儿心疼你了。啥？ 那我大表姐这不白之冤就洗不清了呗。我是说，万一啊，那真破不了案的话，我大表姐是不是这辈子都别想上岗了呀？他上不上岗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走哪儿，人老说你是小偷，你这谁受得了啊？太难受了。那肯定受不了。绝对受不了。 然后我今天啊，我想怎么办？我去找他们保镖公司。我去就路过他们训练室了，那太残酷，一帮人打一个。哎，不对，一对一，我们都是1v1，这很公平的，是吗？对，啊，一对一车轮战，一帮人打一个，打的太残酷，就看第一个的。 抱起来，嘣摔地上，再抱起来，嘣摔地上，被摔的是失忆啊！我当时看着我这，哎呀，心里心疼啊！再往后看，嘣嘣摔！我再一看你还在里面，你什么时候去报的班？你怎么对他下得去手狠心？不是你大表姐吗？我那是假的，啊，我走一形式，我能跟我大表姐什么感情？亲情？我是没办法，要不我们家钱不好交差吗？ 这么的，猴子，你揍我2下，把你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。来来来来来，那行吧，来，哎，挨住了啊。那个，哎呀，我这个我换手放起来，无喝多了，喝多了，这个是犯法的。那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我陪你。我想了一下，我也去跟你当同学。啊？啊？ 我就看着你们天天，我就在里边坐着，我看你们谁敢对谁下手，我各位看你们个谁敢对谁下，你摔十一下，我照旧你的筹码，对吧？你俩骂不管用，那我求求他，我求求他，拜托大哥，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面子，轻点摔十一，别摔十一，对吧？那这样再不行。 那我就给你们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全班人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学费都给发回去。猴子，你认真吗？我这是陷进去了，没陷进。我是觉得这事儿吧，这事咱们办的有错，咱们心里有愧，这事办的让人恶心。你是走心，你是心中有爱，别不承认。你我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对。 像你说的，你可能对我大表姐吧，就是那种男性对女性最朴素的情感，就是啊。那门口这位帅哥一样啊，那他要是受了委屈啊，你也会为这位帅哥去受委屈，对吧？去受罪，你会为这个帅哥去给人发红包。伟大，我敬你一杯。 欢迎光临新同学。哎，落了点歌，唱歌。飞逝的流星划过夜空，只愿一人，只管孤影。一身而孤独交心，没有回避。一段时间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隐藏的。
的没有睡意，电话整晚那么安静，一段感情的冷静没有虚迹，你的世界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哎呦，慢点慢点慢点，你扶住来，扶住来，小哲，哎，扶住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来来来，真是喝那么多干嘛呀？你说你，来来来来，快快慢点慢点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说你没事，你喝那么多酒干，帮我扶一下，把他们扶到枕头上。哎呀，好，对，来，哎，行，我爸姐给你拖来。哎呀，哎呦，说说你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不用拖不用拖，就这样，没事没事，你不管，我来啊，你去休息吧，去吧去吧去吧，行。张姐，哎呀呀呀，有事你叫我。干嘛呢？你真是这孩子，去吧，没事，你去吧。哎，啊，快去。哎，哎呀，行了，快睡觉，别闹了啊，别闹了。哦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小侯总，嗯，侯总不在，去哪儿了？天台呢？啊，忙吧。你在这儿等我啊。侯总，怎么了吧？五十一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按照合约，一个保镖如果在工作当中出现瑕疵的话是可以换人的，我们可以提出解约。不用解约，十一他这次也没做错什么事儿。你怎么知道他没做错什么？十一肯定不能干这事儿啊，现在就是要警方给出一个说法而已嘛。那你告诉我谁做错了？啊？你告诉我谁做错了？其实你和我的心里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五十一是一个很出色的保镖，现在背上了偷窃的嫌疑，被公司招回去接受调查，这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明白吗？这倒谢谢你那个网红女朋友方露。什么女儿？那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俩就是普通朋友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上回那是帮她录一节目，那天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。我那天我看你挺可笑的。爸，那我不该骗你，是我的错。那既然你也觉得十一没什么问题，那咱让他回来吧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最可笑的，知道吗？一个保镖被人以偷窃的罪名报警，安保公司的赵总为了维护自己公司的声誉，把他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们现在不可能再让他回来来保护你的安全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明白啊？不是，爸，咱们可以。可是他，可是什么呀？可是可是的，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怪就要怪你自己交友不慎。等事情有了结果以后再说吧。让开，我打球。打球，我打球。哎，对，就搁这儿，搁这儿。好的，跟那个桌子面对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这是，对啊，没错。你过来啊，你来坐这儿。哦。让他坐着。这边留给我，哎，我往这一坐，是不是？大家工作是不是变得有动力了？啊。我决定是在外边陪着你。行行，你自己喝。哎呀！
我坐这儿你们不太适应是吧？我回去吧，还是。丽丽，你把这桌子搬走。你坐回去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暂时坐在那儿啊。还有啊，你以后上班能不能别跟我穿的一模一样的？小周，你这工作证下来了，记得随时带啊。先玩吧，别等我啊！这样，看完电影我去找你们啊。来两张保镖，站好了，在那边睡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小张，哎呀，李处你也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巧啊！我来看个电影啊。那这样，来来来，我这儿有啊，兑换券，不用花钱的。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呀？哎。你想看什么电影？我也不知道看什么好啊。您呢？您想看什么？我想看那个，哎，咱们看那个《狗样的假期》吧。说的是一个男人一觉醒来以后呢，变成二哈的故事。哈士奇。对啊。就老被做成表情包那个。对。那肯定挺有意思的，那就他吧。好。嗯。那个，两张《狗样的假期》，啊，来。脖子浅，哎呀，你别笑我啊！这辈子这个毛病恐怕都改不了了。这怎么能叫毛病啊？这只能证明您这个人呀是重情重义的人。谢谢李姐，真怕你笑我。怎么会呢？那都是老观念了。哎，不是有个词儿说，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。对，歌词就是这么唱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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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哎，好，你去吧。来来来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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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英男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少给十一添麻烦？哎呀，也不用把自己弄成这样啊！真是。哎，冰淇淋啊，这是？啊，刚买的，给你一个。哦，都化了。天气太热了。不，你不是不吃甜的吗？怕胖吗？原来不吃是因为心情不好，现在心情好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把你那汗擦擦。我这，你来，你擦。喂，英男，你不会是来约会的吧？哪儿的？哪个单位的？多大年纪了？想什么呢？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。我先走了，回见。哎哎，你看，你看，
你是不是偷偷约会来了？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偷偷啊？我告诉你，吴天意，我就算是跟人约会，现在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别嫌操心了。哎，英男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名额已经满了，等下期吧。下期什么时候？半年后。半年？太久了。我们这个就是半年一期。这个您得通融通融吧，给他就加进去吧，他肯定不添乱。这个恐怕还是不行的。我们一要保证教学质量，二要保证教官的精力和体力。我们一般都是小班授课，这个小班授课呢，就是手把手教学，这样才能保证学员学到真东西。那些都无所谓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两倍学费，你给我加进去。两倍不行，给你五倍，快快快，加进去。你真把教员当成拍卖行了，价高者得，多少倍都是不行的。这样吧，你在这儿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，如果有中途退出的，你就可以点上来。哦，那行啊，那你退了吧，我顶上。凭什么？我不退。我给你两倍学费。你给我十倍，我也不退。好了，二位，你们出去商量吧，我这还要办公呢。海清，我发现我每次叫你帮点忙，你就退缩，那么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了。谁退缩？人家那名额满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等下期吧。半年我哪等得了？你看你想到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其实要我看吧，他这公司应该没多少钱，你给他买了得了。我给你腿打折快点。慎重啊。